去探大圣主，怜悯说是法，悉断一切见，我今悉受礼。不可言思，无可言思般若度，不生不灭虚空体，个别自证自行净，三世佛母我敬礼。第二套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第二套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第二套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今天在此，在过去的几年间，最主要针对西藏的学生们，来去传授佛法，而且我刻意安排在这一个时间，是因为其他的学校也刚好在放假，所以总之我这一次真要说法的主要的对象是我们西藏的年轻一代的这些学生们，而且在这个同时，从泰国来了许多的僧人在场。那以历史的角度而言，导师阿摩尼佛获得了正觉的国位之后，一开始初转法轮说四谛法轮是在瓦拉纳斯鹿野苑的地方，这个呢就是巴利语系所建立的教义和梵文语系所建立的教义的共同的基础，那也就是四谛十六行相。之后在二转法轮般若经的时候说到了所说的地点呢是在灵鹫山，那这属于梵文语系所建立的教义最主要的依据了。所以就以历史的立场而言，上座部的 Theravada 的僧人，那以佛教历史来讲的话，你们是我们的学长，所以今天学长来到此地，我非常的感恩，我非常的欢喜，并且问候你们，尊重的问候，尊敬的问候你们。因为戒行它有不同的传承，所以以别解脱经来讲的话，他们有自己以巴利语来去唱诵的念诵的巴提摩夏，也就是别解脱经。那以藏传佛教来讲的话呢，巴提摩夏别解脱经基本上是来自梵文翻译成藏文，那之后我们所学的就是依据印度大师功德光针对别解脱经所做的注释来去学习别解脱经的。那这些不同的传承在手的戒行上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却有少许的不同，像是以这个一切有部来讲的话呢，叫做 四根本呢，十三生产等。那我们有说到了九十二座，但是112的这个罪行，但是在Theravada 的这一个传承来讲的话，上座部的传承来讲的话呢，并不是112罪行，更少。像是巴利语系所建立的教义所说的这一个就以穿着法裙的这方面的戒条来讲的话，就说如法穿着。可是我们在一切有部里面呢，有说到了不应该低于脚踝之下，不应该高于膝盖之上等，会说到了不同的细节的穿着的穿相，但实际上所指的就是要如法穿着。所以巴利传统里面说如法穿着，那在一切有部的这一个戒的传承里面是说到这些细节，但基本上指的都是同一个意思，随而形成了不同的这一个戒的
要守的这个戒条。所以在一切有部里面有说到了四波罗夷、十三圣禅、三十舍堕、九十单提、四提呢舍和112条罪行，所以总共253条。那今天你们再次来到这边，我非常的欢迎你们。如同我刚刚所说的，就以历史的角度而言，你们是我们的学长，所以我再次特别的欢迎你们。巴黎的传统和梵文的传统，有一阵子我们是没有相互联系的。那于是我就提出了，因为之前我们一直没有这一个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应该要提升双方的交流。以前我们有一些藏传佛教的喇嘛到了泰国，在泰国的寺院里面来去接受上座部的这一个戒的传承。那大约我们派了四五个僧人，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继续的持续下去。但是在几天前，我也遇到了一些泰国的主要的负责人，那你们想要从泰国派三位出家人过来，我们这边派三位出家人过去进行就是交流学习，让这些出家人交换的学生可以去学习对方的语言。我们会更严肃的来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资讯的交换。那而且在今天在场有来自各个不同地方的信徒，像以中国来讲的话，就以父母祖辈而言，就具有佛法的这个信仰和传统。那所信仰的教义呢，就是那兰陀寺所流传下来的这个教义。那从汉地再传到了越南、韩国、日本等，这些都是属于我们所学的内容，佛法的内容都是属于梵文语系所建立的教义。那在此可能也有蒙古人，那蒙古人的话，蒙族跟藏族一样，都是学习藏传佛教。在俄罗斯的国家领土里面有一些蒙族，同样的在中国的内蒙的蒙族，还有外蒙等。总之，就以父母祖辈而言，都是具有佛法信仰，具有这个佛教传统的。所以，就以父母祖辈而言，我们都是学习佛教的。现在在这世界上，因为资讯发达的关系，都会相互的认知。资讯 communication 更加的发达，即便以前父母祖辈没有佛教信仰的传统，可是却因为资讯发达的缘故，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去关注佛教的教义。所以在此，就以我们的父母祖辈而言，即便没有佛教信仰的传统，但是这些西方的人士也来到这里。那你们就以历史来讲，即便没有佛教信仰的传统，可是你们透过了自己的观察慧、观察的智慧，而来去关注佛法的教义。不只是佛法教义以外，更是佛教里面所说的宗义的内容，就是佛教哲学。那这种关注者越来越多，一般在这一个地球上有不同的主流的宗教，从印度本土所形成的宗教，像是苏论派、耆那派等外道。那同样的，佛教也是来自印度本土的一个宗教。那从地球的
东方还有中部，也形成了基督教，还有犹太教，还有回教，从中东的这个地方而来去形成的。这一些的教义，好，就去学习的话，的确都是帮助我们的教义啊。因为这一切的宗教，主流的宗教都一致的说到了，要去提升内在的价值，那就是慈悲的价值。如果好好学习实践其宗教所说的教义的话，我们确实会获得利益。可是我们不好好学习，却只是在意之间的一个不同点的话，就去区分你的宗教、我的宗教。像是其他的本土的宗教，像是拜火或者是祭祀的话，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我们讲主流宗教的话，都共同的说到了慈爱的价值、忍辱的价值、满足的价值、自律的价值等，这是这世界的主流宗教共同所说的内容，要去推动的人类价值。总之，在这世界上的主流的宗教，在过去的2000年间，确实对人类的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贡献，而且目前正在学习这些宗教的信徒有上千亿万呢，而且未来这些的主流宗教的信徒也会对人类社会带来贡献呢。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何须要去区分说你的宗教、我的宗教，而去造成之间的冲突？这是不需要的。所以我们要互相的和睦相处，和睦相处的基础是来自于你懂得去尊重别人。我们一定要分得清尊敬和信仰之间的差别，敬信之间的差异，对自己的宗教保持信，对他人的宗教保持敬。那这样的话，在这一个尊重的尊敬的基础之上，就可以促成宗教的和谐。像印度来讲的话，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一个规范呢。因为在印度的这一个国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世界的主流宗教都融合在和谐的，在这一个国度能够相和睦相处。即便有一些少少的问题，但是整体上来讲的话是非常好的。所以在印度本土宗教形成其实到现在都要有3000年间，我们从这300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宗教和谐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在这个国度里面，这世界的主流的宗教都能够融合到都能够在这个国家里面非常和睦的相处。所以我的一个很大的使命就是推动宗教的和谐。推动的基础在于，因为这些的主流宗教都一致的推广了慈爱的价值，就凭这一点值得我们去尊重。因为我们尊重其他宗教，所以我们必须要跟其他的宗教保持内心的尊重，以及我们要跟其他宗教和睦的相处。即便我们有不同的教义，通常宗教的教义可以分两大类，一个认为有造物主，一者认为没有造物主。那没有造物主的这一派的宗教里面，又可以分无神数论派、耆那亚派和佛教。这三派都是否定造物主的。否定造物主的宗派里面又可以分两种，像是无神数论派和耆那亚派认为说身心之外有一个我，所以又说到了 Atma 我的概念，就独立自主的意思，身心以外有个独立自主的我。但是佛家却排斥了、否定了这一种身心以外的我，所以叫 Anatma 没有我，就无我的概念。那除了这三派以外，其他的主流宗教都一致的说到了有造物主、造物主的存在。所以无神数论派还有耆那派这两者说到了身心以外的我，和说到了常一自主的我吗？只有佛教明确的否定了身心之外没有我，我呢只是很单纯的由
我的肢体而施舍有的。所以在经典里面说到，如带车之椅而施舍为车，冠带运体之施舍假有情。所以我们一直会有一个概念，我控制的身心，身心被我控制，仿佛有一个控制身心的我在后面的感觉。这种的我是完全没有过的，我只是很单纯的因为有身心，所以我被间接的施舍而有，仅此而已。那即便是佛教的教义里面又可以分只说人我不说法我，那还有另外一派说不只说人我也说法我，也就是我们会觉得我是存在的，这个我想我执嘛，我们怎么去执着这个我呢？如同好像有一个可以控制身心的我的这种看法般，这个我是存在的，于是根据这个想法而产生更强烈的这个我执。所以不止没有身心以外的这个我，即便是控制身心的我，我为主身心为次的这个我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到了人我的概念，那不只是我以外，在运法上面运体上面认为这个运体也是如同自己的看法般的，它是很真实的存在的。所以说了法我执嘛，那这种法我执所执取的法我其实也是不存在的，因为诸法仔细的观察解剖分析的时候也是寻找不到的，所以透过这种的方式是说到了法我。所以在佛教里面的毗婆沙中还有经部说到了人我，但是不说法我，不只说人我也说法我的，就是唯识还有中观两者。即便这两派唯识和中观都有说到了法我，可是法我的说法呢却是很大的不同，有很大的粗细的不同，从他们的一个解说阐述的理由就可以知道。唯识派他们在破持外境的时候，现在的科学家尤其是量子物理，他们几乎所说的内容都是一样。因为以唯识的术语来讲的话，没有任何的事物是以他自己外境之力而形成，是外境而有。所以我们不觉得说外境的事物只是自己的心识所看到的事物而已，会超越了自己心识所看到事物以外有一个外境。所以说到了具生具缘决定嘛，所具的所缘和能缘这两者同具，这是决定的，叫具缘决定的这个概念嘛。这一种的说法跟现在的科学家尤其是量子物理的科学家们他们所说的几乎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量子物理他们透过宏观的世界的观察，观察到微观的世界，微观的世界在观察这些不同的粒子的一个本质为何的时候，寻找到最后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让他们找到，所以在很细微的粒子的状态当中是没有任何的决定性的一个作用和标准的。所以只有在观察者去观察的时候，那才有办法去观察到粒子的一个波粒的这种作用。所以这个跟唯识派所说的具缘决定是非常相似的，只有能源在的时候所缘才有办法形成。这个跟量子物理的科学家所说的只有在客观者在的时候才能够被衡量的意思是一样的。那之后还有中观派的论师来去反驳，如同外境寻找之后找不到般，心识寻找之后也是找不到的，所以如同外境怎么被破除般，心识的真实也不应该有，所以破除了心识的第十有，而形成了中观派。那中观派呢又可以分两派，名言上认为有自相的中观派和名言上认为无自相的中观派。所以一般我们会说的用词就是中观自续派和中观应承派两者。所以
这一种派系的区别之所以形成，是透过了这些大师们的深思熟虑、解剖分析其差异之后而形成的。所以最深奥的宗见呢，就是弥延上认为无有自相的这一派的宗见是最深奥的。因为我们看任何东西的时候，如同我们看法般的不存在的这一套的论述，是完完全全没有相违、没有矛盾的。之所以要去解说这种深奥的中义，是为了让我们更矛盾、更复杂，就让我们的思想更复杂化吗？只是为了炫耀他的学术学问吗？不是的，而是因为我们贪嗔没有办法解决，贪嗔一直会产生。我们要知道说贪嗔如何产生呢？贪嗔都是来自于颠倒的执着而产生的。那这个颠倒执着最主要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跟自相执着、自性执着有关呢。现在有一些科学家他们也说，因为觉得这个事物它是很真实的，它有它的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这么执着的话，就会产生绝对的好、绝对的坏的执着了。所以现在慢慢的有一些科学家会说到了，我们之所以会有绝对的好、绝对的坏的这种概念，是因为认为这个事物的作用它是绝对的，因此而形成了有绝对好的概念、绝对坏的概念，因此而形成了贪嗔。这个跟龙树菩萨在中论里面所说的业烦恼灭故名之为解脱，业烦恼非实度空系论灭所说的意思是一样的。因为一切的贪嗔都是来自非理作用，如同中论里面又继续的说到，由意想分别生于贪嗔痴，进不进颠倒皆从众缘生。这个跟刚刚科学家所说的为什么会有一个绝对的好、绝对的坏的概念呢？是因为认为事物的作用是绝对性的说法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贪心产生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概念认为我们现在所贪的事物是绝对的好。我们嗔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概念，那就是会认为嗔的对象是绝对的坏。但实际上是否是绝对性呢？事物的作用真的有这种的绝对化、绝对性吗？所以从这个世界的趋势，我们也可以知道人与人之间会造成互相的杀戮，人与人之间会去欺瞒、欺骗对方、利用对方，最终不去尊重他人的性命而来去伤害他人。其实在小时候我们不会互相的杀害，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产生，而且小时候在天真无邪的这个幼年的时候，也不太会去区分我们和你们的差异。所以科学家他们也说，人类的天性是善良的。这个跟宗教信仰无关，跟宗教教义也无关，而且他们有他们的这一个实验的方式。在几年前，我们跟科学家透过学术会议的交流的时候，有位科学家他发言说到了人类的天性是善良的。他用的理由是什么呢？让五六个月大的孩子，他们还不会讲话，还不会表达，因为才五六个月而已，他们不会讲话嘛。很多的妄念还有执着都是透过交流的方式而产生。那但是这些五六个月大的小孩，他们还不会表达，让这五六个月大的小孩去看两部卡通影片。一个卡通影片呢的内容是，第一部卡通影片的内容是让两个小孩相互的帮助，而且互相的相爱、互重互爱，
这是第一部影片，卡通影片的内容。那正在五六个月的大小的这些孩子们正在看第一个卡通影片的时候，他们是带着微笑来去观看的，因为他们所观看的内容是两个孩子相互的帮助。所以观看者的这五六个大的孩子们会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欢喜，而且面带微笑。之后又给他们看第二部卡通影片，这个卡通影片的内容呢是两个孩子互相的排斥。有一个孩子他想要把一个大的球推到上坡上，那在第一个卡通影片的里面呢，就是这个孩子在推这个大球到上坡上的时候，另外孩子也帮着他一起推这个大球。所以这时候的观看者的五六位大的孩子们，他们是面带微笑，是开心的。可是第二个卡通影片里面的内容是一个孩子正在把这个大球往上推的时候，另外一个孩子往下推，不让他往上推。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从影片看到这些观看者的孩童们，他们面带不高兴的这种表情，不快乐的表情，他们不想要看。因为这些孩子们的直接反应是看到了两个孩子在互斗，因此这五六个月大，即便他们不会表达语言，但是从他们的直接反应可以知道说，他们不想要看到，他们不想要去面对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冲突的现象。所以从此我们可以知道，人类的天性是需要爱和悲哀，是善良的。而且在我们的一个本性当中，内心充满着爱的话，我们的内心是温暖的，而且我们会有更多的朋友，我们更容易能够跟别人交朋友。如果内心里面没有了爱，缺乏了爱，那这样的话会更容易的去猜忌别人，最终导致自己没有朋友，孤零零的一人。其实从动物的世界我们也可以知道，像是狗，有一些的狗看到了自己同类的朋友的时候，看他的毛发好像会竖起般的，想要准备的去跟别人打斗。那这种的狗呢，他就没什么朋友了。可是很温顺的狗，他可以跟其他的狗类在一起，感到非常的安乐。所以社会性动物、群居动物，但凡是群居动物者，如果跟自己同类的伴侣在一起的话，我们就会更加的快乐。如果周边没有任何朋友，我们是孤零零的一人，内心是空虚的，不会快乐，这是很明显的。而且科学家，尤其是医学家，他们也这么说，如果内心一直保持畏惧、嗔心、愤怒，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免疫系统会带来极大的伤害，因为会反复的去生气，内心保持的愤怒，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吞噬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但相反的，保持的爱、尊重等这些善良的心，我们的免疫系统会正面的持续。所以即便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慈爱也是值得我们去珍惜的。更何况我们人类有这么一颗如此完美杰出的大脑呢？我们不应只对自己的感官觉受所得到的满足而感到欣慰。像是鼻屎来讲的话，比起人类大象的鼻子更长，它的嗅觉可能更好。那比起感官的觉受，其实动物的感官觉受会更加的明利，敏捷。但是这些的动物并没有我们人脑啊，我们的人脑，因为我们人类有人脑，所以我们能够很深层的、很长远的角度来去观察真相为何。
所以在人类的社会里面才有所谓的语言，才有所谓的文字，才有所谓的宗教，这都是因为有了人脑的发展而形成的。所以对我们来讲，什么是重要的呢？那就是好好的运用人脑的思维的能力来去提升慈爱，这是极为重要的。在这世界上到处都有现代的教育，到处都有学校，而且当地的政府为此也投资了许多的金钱，而且父母也非常认同将孩子们送到学校去。可是现在的教育体制最主要关注的是物质如何发展，却忽略了心灵提升的价值观。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世界上有诸多的人为灾难，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杀戮。之所以会有这些的人为灾难发生，是因为我们的现代教育体制只关注在物质发展上，并没有教导我们如何提升心灵的这些善性的价值，导致了人本身的一个善良的本性并没有办法被持续的滋润，所以让人们把幸福定义为是一种感官觉受的满足，由此而引发的诸多的人为灾难。现在我们的教育体制，现代的教育体制只关注物质发展，这是不够的。许多的教育家他们也提出了相关的意见，而且我们也对此做了许多的讨论。所以透过现代的教育体制的改革，让我们能够去学习心灵世界，让我们知道内心的这一种情绪的差异，来去提升心灵的善良的价值，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以我们西藏的学生来讲的话，我们的父母祖辈过去因为藏王的恩德，所以从那兰陀寺引请佛法进入西藏。因此形成了藏传佛教。以之后吉户论师香达拉西达，他是一位大学者，那他所著作的中观庄严论是我们现在可以阅读的。同样的，他也写了有关量学的内容，叫做真如极论，这也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如是的学问渊博的大学者邀请到藏地之后，那他来到了藏地为我们藏人介绍佛法。那时候也有莲花生大师来到藏地，那莲花生大师最主要负责的呢是净除内外密的所有的障碍，但是真正把藏传佛法流传下来的是吉户论师，由吉户论师为首来去着手进行翻译的工程。这时候的藏语文在佛法的一个用词上面会有很多的缺陷，很多的不够，可是在翻译的工程进行的同时，我们新创了许多的词汇，慢慢的提升了藏语文的水准。所以我们在翻译的时候都不只有译师以外，一定要有一位班智达，印度的班智达在旁指导，像《入菩萨行论》来讲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印度的大师 Gyanadeva 就是印度大师的这个班智达在旁指导，那西藏的大医师 Pandey 之后又有 Thamashiribada 印度的大学者的辅佐下，而来去翻译成藏文的。所以西藏的经论有300多册厚厚的书籍，无论任何一本书籍在翻译的时候，不只是藏人大译师在做翻译以外，也会引请印度本地的这个大学者班智达，两者互相配合的情况下去翻译的。所以西藏的语文
由此而发展到高度的这种境界，所以导致在今天能够跟梵文走得最近的语言成为了藏文。所以纳兰陀寺的传承引进到西藏，你们刚刚辩论的时候会用因成故，因成故，这个呢就是纳兰陀寺的大学者陈那法称以及吉户论师还有他的弟子莲花界大师，他们非常注重的量学里面的内容，所以才有今天的这个因成和故的用词。所以萨迦班智达因为量学受到藏人的关注，所以萨迦班智达写了量藏论嘛，正量宝藏论，而且恰巴确吉三耶也建立了辩论的这套语系。恰巴确吉三耶有八大弟子，那由这个八大弟子再来去将这一套的辩论语言弘扬光大，所以将量学的精神发挥到极致。虽然有诸多不同的佛教国家，但是就以逻辑推论的方式、辩论的方式而来去建立教义，并非是以引经据论的方式。而且这个的依据是佛经里面所说的，比丘与智者当善观我语，如练结摩经，信受非为境。也就是佛对他的比丘们说，你们对他的弟子们说，你们不要无条件的相信我所说的话，你们应该先观察我所说的话，你觉得有道理，而且跟正量没有相违，即便透过再多的观察，你觉得这是最终的途径，这是最终的答案，而且你实践在生活当中会对你带来帮助的话，那你再来相信，这是导师阿牟尼佛赐予我们的权利啊。所以纳兰陀寺的大师们，像是龙树父子等，他们好好的佛陀赐予的权利，针对佛亲自所说的经典来去做观察。因为在解深密经里面有说到了，般若经里面所说的诸法无自性的这一种说法并不能如言可取，因此要根据三法性而说三无性。所说的这个内容，龙树父子们觉得这一个的内容不是如言可取的，因为如言可取的话将会与正理产生矛盾。因为看到了矛盾的缘故，即便是佛亲自所说的，像般若经也是佛所说的，解深密经也是佛所说的，即便是佛亲自所说的经典，可是一者是如言可取，按照此意并不会有任何正理的矛盾。像是般若经里面所说的诸法无自性的内容，如实的去观察的话，并没有办法产生任何正理上的矛盾，但是另一者却会有。所以龙树父子将佛亲自说经典分了义不了义两者的两类的经典，所以这个是佛教的一个不共特点呢。即便是佛所说的经文，但是有一部的经文是可被如言可取的，因为如言可取的话不会有任何正理的危害矛盾的地方，但是另外一者却会有。在其他的主流宗教里面是不会有这种的传统，也不会有这种特权的，大家都是无条件的相信。当然也不是说不好，也是好的，因为他们完全的去遵守实现他们的教条的话，对他们也是有帮助的。可是我们要作为佛教徒，我们要知道说佛教的一个不共特点为何。所以我们西藏人
到目前为止，透过辩论的方式、推理的方式来去了解佛法的教义，确实是我们的藏文的语文呢，而且透过了量学的学习，让我们的观察力非常的敏锐，这最主要都是来自几乎父子的恩惠，我们才有今天的成就。如同刚刚所说的，藏语是与众不同的一个语文的工具，所以如果要去学习那兰陀寺的这一套完整的传承的话，没有比藏文更好了。在中国里面，现在有一些佛教的学者们，他们去关注佛法的中义的时候，最终都得学习藏文呢。所以我们以藏人而言，因为我们过去的祖先他们非常的努力，透过了逻辑的方式来去认证的佛法的教义，在藏地里面建立了，而且提升了我们藏语文的功能。那我们是他们的子孙呢，所以我们更有责任要去好好的维护西藏的文化，西藏的语言呢。而且在这世界上有虽多的主流的宗教，可是其他的主流宗教能够跟科学家与时俱进的来去进行严肃的讨论几乎是没有，唯有藏传佛教能够做到。所以让科学家们还有我们互相的获得利益，我们从科学家那边能够去知道一些宇宙学还有物理方面的内容，那我们这边也可以提供心灵方面的一些资讯给科学家们，这是藏传佛教的不共特色。我一开始说这次的讲义用中路中论，路菩萨行论，对不起，路菩萨行论。所以在场有印路菩萨行论给你们，如果你们内心不快乐的时候，就要去阅读这本书籍，或者是不愉快或者是内心忧郁的时候，如果你们还有愤怒的时候，你们去阅读这本小册子《路菩萨行论》的话，对减少烦恼和忧郁或者不快乐是有绝对的帮助的。因为这一切的不愉快最主要来自爱我执，所以为了能够减少爱我执，所以我们要去参考第八品《路菩萨行论》的第八品，里面有说到了自他相关的内容，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说得非常的圆满。所以我想说这本小册子对你们的将来的生活是绝对有帮助的。那还有给另外一本讲义叫做《菩提心赞宝居论》，我这一部论著是从库纳拉玛丁金眼前那里获得的。库纳拉玛丁金眼前他自己的的确确的认真的修行菩提心，是一位大瑜伽师，而且也不分教派的去学习。那自己所修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路菩萨行论》里面所说的菩提心的教授。所以在1960年的时候，一开始我看到了仁波切所著作的《菩提心赞》，确实产生了毛发竖起，还有落泪的这些种种的现象。于是我决定要从仁波切那里获得《路菩萨行论》的教授的传承。于是仁波切呼吁我，如果能够对群众传授《路菩萨行论》的话，会给教法带来帮助。所以我从1967年接受了《路菩萨行论》之后，我每一天都会把《路菩萨行论》摆在自己的身边，会时不时的来去翻阅《路菩萨行论》，对我来讲有不可测量的帮助。所以今天最主要为你们传授的是《路菩萨行论》，那有时间的话，
在为你们做这个菩提心藏的补充，所以今天你们手上会有两本讲义，菩提心藏宝句论以及鹿不造行论。所以我大概有48章鹿不造行论，每一天如果念15到20章的话应该可以念完。那我边给你们口传的同时，我会边做讲解，看到重要的偈子的话我边做讲解。库纳拉玛仁波切有说过，鹿不造行论是由吉天菩萨所写下的，在第8世纪的时候，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就以解说菩提心的教授来讲的话，过去未曾有过如此解脱的教授，将来也不会有，确实有这么说过。无论听闻任何的教法，应该要以清净的意乐来去听闻，所以你们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动机。刚刚你们念诵到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无住世间，尽除众生苦的这一个偈颂文，无论是佛法的整体的教义而言，尤其是大乘的菩提心的这个教授而言，最主要的精髓确实就是这句话，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无住世间，来去尽除众生苦。那其理由在鹿行论里面说到了非常的清楚吗？也就是说到了，若不以自乐真实换他苦，非仅不成佛，生死亦如乐，的确是如此。在这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人和人之间互相的杀戮，互相的欺骗，有诸多的灾难，最主要都是来自过分的在乎自己的立场而去忽略他人的立场，而产生了人为的灾难嘛。而且就以这世界的整体的一个趋势而言，大家都在专注金钱怎么赚钱，而且大家都把幸福定义为生理觉受的一种安乐的感受而已，却忽略了心理层次的这种幸福感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从心灵上怎么获得幸福感，所以我们都把所有的关注力重心都摆在生理层次上的幸福感，心灵的所有的痛苦最终都是来自爱我执啊，爱我执是带来心灵痛苦的所有的根源，如果能够消灭它的话，我们才有办法真正创造内心的安乐，内心的幸福感，才有办法升起幸福的太阳。我之所以这么说，靠的不是因为经典这么讲而这么说的，而是靠的是自己每日生活的经验、实践的经验而为你们分享的。所以在过去60年间，认真的思维空性的内容，认真的思维菩提性的内容，所以让我的心的确获得了改变、转换，所以最终获利的是我。所以以英文来讲呢 ，emotion， 无论你们有什么样的这种情绪，就以情绪的层次而言，我们是一样的，生理层次也是一样。以前我去非洲的时候，南非的时候，我去 Sudo 的这个地方，于是我就去拜访一户南非的人家，有茶，已经10点了。有茶吗？要不然你们就先休息一下，要去上洗手间的话可以去，让自己更有精神，那回来之后再喝杯茶，我们休息10分钟，拿 radio 去，拿 radio 去，访问还要再继续讲，因为在喝茶的期间
我们为了不浪费时间可以进行问答题。那你们要去上手去上。有些人如果想要提问的话，麦克风就在这边。因为一直说到了方便和智慧的结合，但是对我们初学者来讲的话，如何结合方便和智慧呢？般若经的解释一开始有说到了上根者和下根者，上根随法，下根随性。下根随性就是凭着一种信仰无条件的接受，这个做法就是下根随性的做法。上根随法的做法呢，是透过真理来去了解法义，透过观察来去让自己知道空性，而知道贪嗔痴是可被断除的，以观察力来去产生定解，来去了解法义而去行持的人，这叫上根随法。因为能够以智慧观察真相，所做的一切都能够相应正法。佛法是说佛法的基础是四谛十六形象，如果只是为了后世的人天善趣而去修行的话，其实外道也有，婆罗门教也有，基督教也有，这并非是佛教的不共特点。以朗林菩提道四谛的一个论著而言，有说到了下士道是属于共同的，跟其他主流宗教共同修持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不应该以下根随性的方式来去学习，应该让自己相应上根随法的方式来去学习，以这种精神去学习。而且下面也会说到了，在《入菩萨行论》的第九品一开始的时候，也说到了诸佛所说的教法都是为了升起智慧而说，所以说此前诸要务佛为智慧说。而且在中论里面，龙树菩萨呢也说到了诸佛一二地为众生说法，所以在我的十七班智达的祈愿文里面又说到了透过二地的认知，在这个基础之上，因为说到了圣义地，所说到了为施舍而有，为名是施舍而有的概念，因为名是施舍而有了，所以才会有因果的缘起，所以由因果缘起而来去形成了四圣地的内容。这四圣地的思维是很重要的。所以如同我所写的十七班智达的祈愿文，由二谛四谛的认知而去升起对三宝的信心的这个说法，前后次序，这是完完全全符合龙树菩萨的究竟意趣的。我去印度南部对三大寺的僧人们讲解的时候，我曾经有强调到一个观念，
如果我们以上根水法的精神，也是因为有这个精神，所以我们才能够跟科学道互相的交流。如果是这么去学习佛法的话，佛法才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如果是以下根随性的方式而来去传承教法的话，很容易会产生疑惑。所以我们以上根随法的方式而来去将佛法继续延续下去的话，我相信只要知识分子在，佛法就会在。但是如果以下根随性的方式来去继承佛法的传承的话，我不敢确定佛教能够流传多久，因为最终很有可能佛法变成一种说法，那就是我父母亲相信佛法，所以我信佛，最终只有这个理由而来信佛了。最后佛法会变成一种传统，所以佛法的真正的精髓是从中士道的四谛开始，尤其是透过了灭谛的认知。灭谛之所以能够承办，是因为空性无有自性的缘故。愚痴无明是自性的执着，因为有了自性执着而产生贪嗔的。一切的贪和嗔最终都是要依据自性的这个执取才有办法产生，所以要破除贪嗔的话，只有透过无自性的认知，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方式。所以透过了空性的认知来去相信灭谛的存在，因为现证空性的缘故而成为了道谛，所以道灭二谛，这个就是法宝必须要认知。如果认知这一点的话，打从心里面呢就会去相信佛所说的四种的真谛、四圣谛的内容。那这一种的信心就不会动摇，这种的信心就会非常坚定。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你们必须要去知道四圣谛。那为了能够了解四圣谛，二谛必须要去认知哦。我的我们要如何真正的帮助其他的人？在这世界上有70亿人，70亿人里面有10亿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确实也是如此，因为有些人会认为宗教它只是操控群众的一种手段而已。有些人会有这一种的想法，因为在旧社会的时候，宗教跟封建制度是在很多的时候，宗教跟封建制度是相互利益的一种体制，所以形成了对宗教的厌恶。但是我们仔细的想的话，没有宗教信仰的这一派的人，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的幸福就是感官觉受的一种满足而已，仅此而已。刚在 BBC 我也听到了，这世界几乎被全财所控制了，确实是如此啊。在这世界的趋势就是这一种的趋势嘛，有钱有权的话才受到别人尊重嘛。这是因为缺乏认知内心价值的过失所导致的。所以我有认识一些上百万美金、上千万美金的这些富翁，而且一些非常著名大学的校长，而且这一个学校里面有上万的学生，这样的一种学校的校长，可是他的内心却不安乐，却不幸福啊。
光是物质没有办法带来内心的幸福，要让内心幸福的话，我们要懂得提升慈爱的价值，内心充满慈爱。所以这一种推动的方式要搭配着印度里面的 secular 与宗教无关的方式，或者不以宗教为依据的方式来去推动，以这种世俗的方式来去推动。如果我们在推动慈爱的价值的时候，是以解脱和一些骗制的这一种的理念来去推动的话，我们能够推动的范围就会缩小到佛教徒，这样的话是没有办法普及所有的人类的，全人类的。西方对 secular 的这个词汇有点排斥宗教的感觉，但是印度对 secular 的这一个词汇的解释是尊重所有的宗教的同时，也尊重非宗教者、非宗教信仰者，那不以某个特定的宗教为依据，这个叫做 secular 无宗教的意思，并非是否定。我觉得要以这一种 secular 不以某个宗教为依据的方式来去推动。我们在翻译政治科学的时候，很多的时候的用词是不一致的，我们目前为止一直缺乏统一这方面的一个统筹，所以可不可以针对此来去做出开始？这是你们学者们的责任啊，跟我无关吧？我这边能做什么？我们西藏三区有600万藏人，至少我们的语文虽然口音可能不同，但是文字是一样的，像是康地有康的发音，然后阿姆有阿姆多的发音，藏有藏的发音，但是我们的文字都是一样的。大藏经里面的这个经典和论点所用的词都是一样的。那现代的这些学问要翻成藏文的时候，在义词上面会有不同的理念、不同的概念、不同的想法，这时候我们应该透过这些学者们的研究，让大家召集起来，在藏语里面有这些新的义词，这是很好的现象，所以我们要时常的来去召集这些学者们，这并非是我一个人能够做出决定的事情。我的慈爱观一开始是来自父母亲，那我的母亲去世已经28天了，请法王你为她加持。那当自己的亲友走去的时候，不只是我，所有人都会有这种内心非常难过或者郁闷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当我们心里面产生这些负面的情绪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处理这些情绪的问题？
痛苦有分不同种类，苦苦、坏苦，还有辛苦，三者。苦苦，就像我们的病、老死的痛苦，就是一般的苦受，这属于苦苦。这个苦苦来讲的话呢，是可以透过金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去除许多苦苦的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些的苦，有一些的痛苦，即便你有钱，你也没有办法去去除的。那坏苦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世人认为的快乐，但是你一直享用的话，最后变成痛苦的性质，这个叫做坏苦。但是佛教里面所说的要排斥的痛苦呢，叫做行苦。行苦就是无自主的受到了业和烦恼控制的这种体性苦的性质，这个叫行苦。为了能够解决这种行苦，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解脱，出生也没有其他的方式了。所以我们要认知坏苦的重要，坏苦，即便这世间上的再多的荣华富贵的享受，如这一切的荣华富贵的享受，并非是真正的要去追求的幸福，因为它本身也是业和烦恼所带来的一个性质，所以在轮回的这一切，最终都会转为苦的性质。如果你能够知道这个真相呢，会有帮助。那这时候你要好好的去阅读这方面的经典，来去认知苦的性质。而且我们对亲友的这个执着，其实跟贪执有很大的关系。可是我们在此说要去修炼的慈悲，应该是要远离贪执的。所以在《入菩萨行论》的第六品里面有说到，自己的仇敌要视为自己的善知识，因为有了仇敌，我们才有忍辱的羞耻，忍辱的善行。所以仇敌是我们修忍辱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善知识。所以如果我们不只能够爱自己喜欢的对象，也能够爱不认识的人，更能够爱自己讨厌的对象的话，这才是我们要去修炼的慈爱，这才是远离贪执的慈爱。如果你的爱只能够延伸到自己喜欢的对象的话，那你心中的慈爱就并非是要训练的慈爱，而是跟贪执有关的慈爱了。这里怎么会没有茶？他的问题是什么？他还没有问，他刚刚只是讲礼赞文而已。藏译里面的四序经典，听说是来自佛教的领的观念，那这是真的吗？四序的典籍，这我不知道。我要回答你的话，我要先看四序典籍，否则我无法回答你。但是医学就是医学，那在藏医里面有很多的藏医的这个著作者，作者是佛教徒，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
从印度翻译伊典到藏文的时候，像是龙树不知道所注重的伊典翻译成藏文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而且译者可能也是佛教徒吧。那平时要保持的行为，说有说到要保持十善道，远离十恶行。如果这么做的话，其实自己在生活上会减少更多的一些不需要的问题。那就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是有帮助的，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有帮助的。他的问题是，佛家里面有说到了缘起，我说的性空，缘起我可以分依赖之自分的缘起，所以每一切的事物都是有方分，你再怎么解剖分析的话，它都有它的部分可以让它解剖分析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设法要行的时候，应该有个最基本的物体物质在吗？像是我学过了科学，我知道有原子，我知道夸克，我知道有不同的细微的这个粒子，所以有了这些有这些真实的物理之后，才有办法形成这些的色法。但是我们在佛教里面却说，任何的东西解剖的话都有的解剖，所以他们有一个最终的依据处，所以我觉得这是怎么办，我很难去解决这个矛盾。翻译补充的话了，因为现在的这些年轻的学生们，他们的这个用词还有一种说法，这是尊者比较少听到的，所以他们在问问题的时候说尊者会听不太懂他们的问法，到底在问什么。其实寻找之后是找得到的，像是我的口袋里面有这一个毛巾，寻找之后我找到了毛巾啊，这个的寻找之后是找得到的。那以中观的论点来讲的话，若以七相推求比，真实世间皆非有，若不观察旧世间，一字至分可安立。所以无论是外在的色法或者是内在的心法，去寻找之后，就像刚刚您在说的，你觉得这个以唯物主义来讲的话，你觉得说这个物理或者是这个很真实的一个能够形成物质的一个结构的基础就在前面，你会有这种的看法。但是量子物理家他们说，在微观世界的时候去寻找的话，你找不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决定性的作用，粒子的决定性的作用。那中观师是说寻找之后找不到的，但是这一切的存在都是在唯名唯识的一个施设当中抽象化的存在，仅此而已。所以到了很细微的粒子的状态的时候去寻找的话也是找不到，即便是夸克一、夸克二、夸克三，你去寻找的话也是找不到的。因为再怎么样去解剖分析这些细微粒子的时候，还是可以被解剖分析的。所以从镜上，从事物本身是没有任何的绝对性的作用。同样的，心事也是一样，去寻找之后也是找不到的。心事可以分碎石的心事、醒时的心事，碎石的心事又可以分做梦时候心事、不做梦熟睡的心事、昏倒的心事，还有四
四大地水火风融入之后，初分的心事融入到细微的心事，融入到细微心的时候呢，心停止了，脑停止了。那即便以医学的角度已经证实这个人死亡，但是这个人的身体保持鲜活的状态，像是住慈心法就是这个事情嘛。像最近有一位过世的一个瑜伽师，那他现在正在住慈心法当中，所以现在正在研究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所以在来到了印度之后，在过去十几年间一直有这个住慈心法的现例，一种这种的个案，所以引发起科学家对此的好奇。我们以佛教来讲的话，我们的解答是因为心是有不同的粗细的层次，所以才有这一种的现象形成。所以细微的心事去解剖分析去寻找之后也是找不到的，这也是为什么陆中论里面 说到了虽以七相推求比，真实世间皆非有，若不观察旧世间，一字之分可安立。去寻找之后是找不到的，可在无寻无找当中，搭配着世间共许的一种说法，以名是失色而有，抽象后的存在仅此而已。所以科学家们他们去观察的时候，因为这个唯物主义，他又觉得说必须要有一个可抓到的基础，很坚定的基础，才有办法形成这些物质。但是中观师说，即便从镜上没有任何真实的作用，从镜上而有，但是在名是实色当中也能够产生其作用。那唯识派呢，是说无有外境，但是这些都是心事所现的一切，而来去安立这些事物的性质。所以说到了心事为地识，但是中观师反驳这一种的说法，如同外境寻找之后找不到般，心事寻找之后找不到，因此心事也无有地识。一般我们跟科学家讨论的议题，第一个是宇宙学，虽然在佛教的典籍里面并没有这么明显的解释大爆炸，但是我们在佛教的典籍里面有说到了空城，空城在细微的状态的时候是没有开始没有止境的，而且是每一个刹那都在转变的。这个空城是没有开始没有止境的，那由此这个是属于空城的部分。那从空城而来去形成火城，像是以物理来讲的话形成了原子等，所以才有所谓的 energy 能量。那有了这个火城，也就是外国 energy 能量的说法，所以因为有了火城，所以才有水城，才有地城。所以现起的时候是空火水地，可是融入的时候是地水火风。那以无心的外在的设法来讲的话，它的融入次第和现起次第是如此的。那搭配着我们内在的心的一个融入和现起次第来讲的话，也是一样的。像是我们体内的这个四大所造，地水火风融入到这一个造成四大所造的地水火风的结构，四个大种嘛。所以在融入的时候也是一样，地融入于水，水融入于火，火融入于风，风再融入到心事。外在的色法的话，风融入到空城嘛，外在的空城和内在的空是不一样的。内在的空指的是内在的心事，也就是见真得光明，第一空第二空第三空第四空嘛。第一空见，第二空真，第三空得，第四空又称片空，这是光明。这是内在的四空，
水地龙如水，水龙如火，火龙如风。风融入到第一空见白道，那也就是融入到心事。那最后第一空见白道，融入第二空真皇道，最后融入第三空德合道，最后融入第四空片空光明。所以最终都是融入到光明当中，从光明当中再现起这些情气的世间。所以密咒金刚乘里面非常重视具身原始光明的修持。如果能够将光明心转为道用的话，因为一切的初分的心气最终都会融入到这个光明心的缘故，而且再搭配着空正见、空性的思维，那最终到了光明心现起的时候，恶相慢慢慢的尽致去除，第一空、第二空、第三空到第四空光明心的时候，就会升起最细微的了知净的心思。那这时候再搭配二转法轮、无相法轮的内容，将二转法轮的这个净光明空性的内容搭配着三转法轮，也就是大圆满道手里面所说的这个具身原始光明心，这两者的结合，也就是二转法轮的所权内容净光明和三转法轮的所权内容是光明，这两者的结合。那这是光明的详细的解释要搭配着无上瑜伽目、无上瑜伽部的说法，那这两者的结合而成为叫声明双运。最终初分的心气都会融入到这个细微的光明心，由光明心再现起佛身，才能够形成无有障碍的圆满事业，佛陀的圆满事业。所以如同我刚刚所说的，如同外在最终融入到空城般，内在的四大最终融入到内空心事。所以我们跟科学家的交流已经有30多年了，有时候跟科学家交流的时候，我们谈的内容，第一个是宇宙学。虽然我们有说到宇宙学，但是科学家所说的宇宙学的细节对我们来讲很大的帮助。之后是神经学，像刚刚你们在讲医学嘛，那医学里面也有生理学的内容，身体的结构等，还有气脉明点，气脉明点的一个不同的论述，这跟神经学有关。之后物理学，尤其是量子物理学，那这个部分呢，在佛教的论述里面我们有非常深奥的解释。最后第四个是心理学，讲到心理学的时候，现在的心理学最主要是让我们去满足感官的觉受而已，他们并不讲第六意识心识，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可是在古印度的时候早就说到了第六意识，搭配着第六意识而去说到了什么他和毗婆舍那的修持。所以为了能够让我们第六意识和第六心识了知净的能力能够发挥到极致，能够更加的专注而去说到了什么他和毗婆舍那，那外道印度古印度婆罗门教的什么他毗婆舍那跟佛教的什么他毗婆舍那差异是来自会不会缘取无我的内容而已，就以修禅的方式是一样的。所以比起现代的心理学，古印度的心理学呢是非常深奥的，现代心理学他们的层次是非常短浅的，现在才刚开始入门而已。在20世纪末是
之后才会对心事有所关注，但是在这之前只说有人脑以外的心的内容是完全不谈的。但二十世纪末期慢慢的他们也发现透过禅修能够改变人脑，所以能够让人脑改变的心事的这个议题上产生了关注。因为有说到了心理学，所以古印度的心理学确实是不可思议。但是许多的古印度的这些文化已经衰退了，像我最近才刚说这个公案嘛，因为他们十二年有一次大法会，宝瓶法会，故宫没了，会请我过去。那我曾经有说过我的一个想法，因为在喜马拉雅的许多高山上有很多的印度的瑜伽师，他们会赤裸裸的中年的闭关的修行。那我想要去见这些的瑜伽师，想要跟他们讨论。以前在西藏里面也有这种的瑜伽师，就拿很薄的布，将这个布泡在水里面，那用这个湿湿的布覆盖着身体，那透过着火的方式将这个布烘干，那之后再去放在水里面，再来修着火，这样来来回回总共十次，在一个夜晚里面来去修着火。那这种的修法如果没有搭配着空正见的一个完整的思维的话，那跟外道的着火是没两样的。所以不是马哈古木梅拉，是古木梅拉。所以我那时候想要去，我虽然没办法赤裸裸的在那边修行，但是我想说至少有机会能够跟他们进行修行方面的这个交流的话会很不错。请跟我们开始如何修学慈悲。所以我刚刚一直在讲 secular ethics 世俗伦理的推动，就是要推动慈悲的价值，就是要修学慈悲的意思。在路菩萨行论曾经有提出这样一个疑惑吗？我们已经够苦了，我们还去想要承受别人的痛苦，那这样的话不是苦上加苦吗？那这样修学慈悲有什么用？曾经有提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知道这是错误的想法，因为我们要幸福，心灵的幸福，所以我们要修学慈悲。为什么呢？让心不幸福的主要的原因主因就是爱我执。要去除爱我执的话，只有透过慈悲的爱他心才有办法。无论是医学也好，或者是现在科学家也好，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心里有问题的时候要去解决，可是怎么解决呢？却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但是佛家里面非常的清楚的说的一套逻辑，所以 secular ethics 世俗伦理并非是说祈祷造物主解决我们心里的困难，不是的，而是心里的所有的问题都是来自于负面的情绪，像是贪或者是嗔等。那如果你要去除内心的嗔恚，去除爱我执，那就要修学慈悲的爱他心。你们喝到茶吧，已经喝完了，我怎么没有看到？开始念诵《路菩萨行论》，如同刚所说的，调整自己的心态来去听闻佛法，讲者也要调整讲法的心态，
听者应该调整听法的心态。我们要调整的心态是什么呢？要让现在听法的心转为为利有情愿成佛的心，以此而去听闻，讲者也是以此而去讲解。入菩萨行论梵文曰：波提萨多恰利阿法塔拉。第一句，第一品第一句。在此说到了佛子，在其实月称菩萨呢曾经有说到了佛法生三者求脱者一处，要获得解脱的话，我们皈依的对象有三者，就是佛法生三者。去除内心所有的负面情绪的最究竟的境界，完全断除烦恼和烦恼的种子的这个境界叫做涅槃。那为了能够获得这个涅槃，所以要皈依的对象有分佛法僧三者。这边第二句有说思运无意不善巧，这个意字呢昆诺拉玛登经言曾经有说到，如同四量论里面的这个意字，意思是一样的。第三句，第四句，第一品的第四句。第五句，第六句，第七句。佛于多劫生思维，见此决心最劳役。无量的佛一开始为了友情而来去发心，之后为了友情而来去累积资粮，最终获得了正觉的果位之后，以他自己的经验，究竟暂时和圆满的暂时和究竟的利益。于是诸佛菩萨观察到什么样的法门才会对暂时和究竟还有自己还有他人带来最好的利益呢？所以佛于多劫深思维，见此决心最劳役。没有比菩提心的思维带来更大利益的这种善法了。因为菩提心以智慧圆菩提，以悲心圆众生，这是在日光论里面曾经有说到了。所以无上菩提的存在靠的是以智慧去圆取。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佛，靠的不是说佛说我们可以成佛，所以我们相信可以成佛，不是的，而是透过智慧，透过观察来相信佛的成佛的最主要障碍是什么，那解脱的最主要的障碍是什么，内心上面的烦恼是否可以去除，烦恼是来自于哪里，烦恼来自于无明，无明要去去除的话，无明的所执是什么？无明的所执就是自性。所以真相在事实的这个真相上
是否是有自信呢？所以透过无自信的这个观察来去认知无自信，所以以智慧圆菩提，这句话真的说得非常好。在智慧辅佐的情况下所产生的慈悲才会非常的理性，那由此将慈悲和智慧两者的结合，让我们获得成佛的果位。第八句，在此说到了菩提心的利益。第八句，能够获得成佛的果位，也是因为修学菩提心。要获得解脱的话，我们必须要修学三学，三学里面的戒学要能够圆满的话，要防护伤害他人的恶行。所以有了他人，我们才会去妨害损恼他人的行为啊。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解脱而来去防护的话，防护这种恶行的话，这个心力是窄小的。但是菩萨们，他们不是怕自己会受到恶业的干果，或者是为自己的解脱来去防护他人的损恼行为，而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来去防护，这时候的心力就非常的强烈了。所以如同宝曼论里面所说的十六善法，透过十六善法来去获得了厚德的享满人生，这个呢也是因为菩提心的思维而来去随顺的承办的。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获得解脱，也是因为有他人的恩惠才能获得解脱的。我们之所以能够获得成佛的果位，能够断除所知障，也是因为有他人的缘故，他人的恩德才能够断除所知障。而且就以轮回的现在的正在轮回的自我而言，我们之所以每一天能够快乐的有意义的能够生活下去，也是因为他人的存在的这个恩惠，他人的恩惠，因为他人存在，所以我们才有办法来去让自己的生活活得更有意义。当然如果自己想要孤立一人，像是独觉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有真正爱他的思维，爱他心，爱他利他主义，想要去帮助他人的话，将自己所做的一切善业回向给一切人天的众生，三界所有的生命体都会作为我最值得尊重的最值得尊重的贵宾。这么想的话，你有什么可以怨恨的对象呢？你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对象呢？所以这种的心力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第八句，第十句，第十一句，第十二句，像是我们要喂狗的时候，也是会累积善业的，或者念个 Om Mani Padme Hum 也是会累积善业的。但是在累积善业的时候的动机会产生很大的不同的善果，因为如果你喂狗的这个善业只是让今生获得利益的话，今生结束你之前的善德就没有了。如果你是为了后世的利益而来去回向的话，后世结束的时候就没有了。可是为利益一切有情众生所累积的善德，其果报即便是喂狗的这个小小的善行的行为，但是你的动机是为了能够利益一切有情众生，这一种所累积的善业，以这种动机所累积的善业，直到众生未尽之前是一直会存在的。如果你只是为了自己的解脱所累积的善业，
当自己获得解脱的时候，这个善业的能力就完全消失了。可是如果你是未尽虚空之前，未尽众生之前，为了能够利益一切有情众生而来去回向的话，只要众生未尽，虚空未尽，你的善德都会永远的存在。所以有很大的差异，是因为动机的关系。12 13 14 15，刚刚你们辩论的时候就说菩提心可以分两者吗？那第十五句第十六句，第十七句，第十八句，第十九句，为利益一切有情众生而发心，为此我要遵守一切的菩萨学处，我要行菩萨行，我要遵守菩萨戒。受了菩萨戒之后，善法会自然而然产生，即便自己处在不放逸的状态下，善业也会油然的升起。二十句，二十一句，二十二句，二三句，二四句，二十五句，二十六句，二十七句，二十八句，确实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想要离苦得乐的，而且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幸福在努力当中。即便是如此，我们虽然想要离苦得乐，可是我们却不知道苦因为何，乐因为何，反而我们所做的都是苦因，我们所舍的都是乐因呢。确实是如此啊，因为我们想要离苦得乐，可是我们的最究竟的精神都是相夫爱我之的，那就是苦因了。所以我们取的是苦因，所以众生欲除苦，反行痛苦因。想要离苦得乐，可是所做的呢却是苦因，因为所做的都是相要我之。愚人虽求乐，愚人虽然想要幸福，可是真正幸福的因缘是爱他心。我们觉得爱他心却是不需要的，爱我才是重要的。所以火乐如灭仇，我们把乐因视为仇人一样来去消灭，确实是如此。二十九句，二十三十句，三十一句，三十二句，三十三句，三十四句，三十五句，三十六句，考了那么久的对了，如是具有如此善心的这个师父，如果能够帮助他们的话，所获得的利益不可思议，这不用说。即便我们想要伤害他，因为对方的这一个自良田的爱心，还有强大对众生的怜悯心，即便你伤害他，他也会间接的想要帮助你，所以你最终也获得间接的利益。这个就是菩提心的不可思议的功德。第一品结束了，第二品。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
第四句。第四句，第五句。第六句。第七句。第八句。自己的身体是自己由自己所主宰的吗？有主宰的自己最珍惜的这个身体来去供养给资良田的话，会获得无比的福报。所以又说到了将自己的身与意回向给前方的资良田，所以将自己的身与意还有所做的一切功德回向给利益一切有情众生，而说到了自他所有一切物或所食物或意现，我就供养诸云海内外密等先供养。那如同宝曼论的这句话是非常的强而有力的，如地水火风药及旷野树，愿众生恒常随意而受用。确实是如此，将自己的身与意如同四大般的无有主宰的四大般的回向给一切有情众生，让一切有情众生所主宰的话，这一种的心力是非常的强大的。对不起，尊者念到哪里？我现在追不上，不知道。哦，好，第四句，第十五句。第六句，第十七句，第十八句，第十九句，第二十句，第二十一句，第二十二句，第二十三句，第二十四句，第二十五句，第二十六句，第二十七句，第二十八句。第二十九句，第三十句，三十一句。现在我们要换一个电池，所以暂时会先没有。对不起，我现在又找不到。
哦，第四十六句，第四十七句，第四十八句，第四十九句，第五十句，五十一句，五十二句，五十三句，五十四句，五十五句，五十六句，五十七句，五十八句，五十九句，六十句，六十一句，六十二句，六十三句，六十四句，六十五句，第二品念完了，第三品，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第五句，第六句，第七句，这一句的第六句的回向文，哦，第七句的回向文说得真好。第八句的回向，第九句。第十句，第十一句，第十二句，第十三句，第十四句，第十六句，无论别人再怎么样去批评我、诽谤我，但是我的身体、我的所说的话、我的身与意、我的想法，完完全全都已经供养给一切有情众生了。所以你们要怎么打我、骂我、诽谤我都没有问题，我都会欢喜的接受。十八句，十九句。二十句，这句非常强而有力。二十一句，二十二、二十四、
27句的利益是什么呢？如同第28句所说的，如果我们心幸福的话，心健康，身才会健康，身健康的话，我们才可以长寿，因此消灭死魔。29句，我们被业和烦恼所操控，而且要无止境的去取有、进取身心所带来的苦运。可是，是因为有了这一颗善良的心，让我们觉得我们活得很有意义。所以，即便再怎么样的痛苦，可是因为内心觉得活得很有意义的缘故，从痛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曙光。所以，它如同可以栖息的大树般。30、31、32，33，在诸佛菩萨的面前，为了能够利益一切有情众生，我要让一切有情众生获得无上菩提，所以将自己的身与意回向给一切有情众生。这么想的缘故，所以会让诸佛菩萨都欢喜。所以我们会时常说，被某某冤亲债主给害，被某某的天龙八部所害，所以我要去把这些天龙八部冤亲债主给驱除，根本不应该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剩余完全回向给一切有情众生了。我们如果真的受到冤亲债主天龙八部伤害的时候，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才对啊。所以在几年前在拉达克，我传授了菩萨戒，而且做了愿心仪轨之后，在给长寿灌顶的时候，在长寿灌顶里面有说到了冤亲债主等在此被驱除。那因为我们刚刚在传菩萨戒，我们怎么可能会去驱除任何的生命体呢？如果他要的话，我应该欢喜的给予你，请你拿走才对。即便我的生命，你应该拿走才对。所以自己的身与意善业，所有的一切都不应该被自己所拥有，完完全全可以回向给众生有情。第三品念完了。第四品，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第五句。第六句。第七句。第八句。第九句。第十句。第十一句。第十二句。第十三句。第十四句。第三句。以这一节来讲的话，导师牟尼佛来到了这个世界，那我们跟导师牟尼佛有不共的法缘，所以能够相遇到他的教法。那如果无始以来我们能够好好的修习菩提心共振见的话，今天我们不应该是凡夫了。那如果佛在世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在他的身边听闻他教法，好好修行的话，我们现在不应该会这么糟糕。但是我们没有感到这个机会啊。那龙树父子在的时候，如果我们好好修行的话，不应该现在这么糟糕的状态，可是我们也没有做到。所以今天不做何时做？
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三。二四。二十五。二十六。二七。二十八。二十九。烦恼的仇敌，他真是我们的仇敌啊！因为只要有烦恼在我们心中产生的那一当下，内心就平静不起来了。而且，如果只害自己的话就算了，他还就害别人，让我们去造恶业，最终还让自己遭受痛苦。即便这么伤害我，可是我被他所使唤，我却是向他忠心的奴隶。二十九句，三十句，三十一句。三十二句。在我们心里面的烦恼，它初中后，它的作用是伤害我而已，而且从来没有离开我的时候啊，无始来直到现在。如果是外在仇敌的话，最终我们可以对他好，慢慢变成好朋友。但是内心的烦恼，你对他好，他对你只有无止境的控制，使唤你，让你去做恶业而已。三三。三四。三十五。三十六。只要内心的这个仇敌没有调伏，没有从内心赶走的话，我们永远都遭受他的控制，永远得不到真正的离苦得乐。二十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三呢？我们要跟内心的仇敌对抗，我们要去消灭内心的烦恼，我们必须要厌恶烦恼。四三。四四。四十五。
46，要如何对治内心的烦恼呢？虽然有说到了暂时压服的烦恼和连根拔除的彻底对治的烦恼，暂时压服的话就像是嗔心愤怒产生的时候升起慈悲心，贪心产生的时候观不净观等，这是属于暂时压服的烦恼。可是最主要的还是连根拔除的这一种对治的烦恼，知道一切烦恼的根源最主要是来自于自信的执着，透过无自信的认识而断除，这是连根拔除最好的对治方式。46句47句，这些如同幻化般，48，第四品念完了，不放逸念完了，接下来是正知。所谓的不放逸的意思是，我们升起了善心之后，为了能够持续，所以我们不应该中间被烦恼所控制而中途了善心的这个羞耻。所以在此我们许下承诺，我们每一天要以正念和正知守护自己的自心。那因为我已经许下承诺，我不去伤害他人，所以我的一切的剩余的行为都不应该伤害他人。所以时常保持一颗守护的心，观察监视自己的心。如果当我们快要去伤害他人的时候，以正念和正知提醒自己，让我们知道，哦，这会相应恶行，这会相应造恶业，所以以正念和正知将心守护，为了能够有正念的正知，所以要不放逸。因为不放逸的意思，就打从心里面什么都毫无在乎，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有正念和正知的基础了。所以不放逸，就像内心不要说啊，管他的，随他变的那种样子，而是内心要保持一种想要坚守、监视、守护的心，这一种的态度要有。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第五句，第六句，第七句，第八句，第九句，一切的过失都是因为心未调伏而产生，一切的功德都是因为心调伏而产生。第九句，第十句，第十一句，第十二句，第十三句，第十四句，第十五句，第十六句，第十七句，第十八句，在这边有说到了心的秘密，心的秘密指的是空性的意思。第十八句，第十九句，第二十句，第二十一句，第二十二句，第二十二句，
二三句，二四句，二十五句，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可做，什么是不可做，以正知来去了解，之后再以正念来去提醒自己。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呢，那即便你有广闻学习，但是会容易产生我慢。那而且你虽然聪明，可是你的聪明却拿来欺骗别人的工具，这样是不好的。像去年前我去门的这个地方，那时候印度的一个 BJP 的官员，国大党的官员那我们两个因为一起在那边旅行嘛，所以我们成为朋友。那因为我时常会跟他们开玩笑嘛，无论遇到谁我都会跟他们开玩笑，所以我们两个变成了朋友之后，有一次我们早上见面的时候，我就问他他问我说你睡得怎么样，于是我就说我睡得很好，我睡九个小时，我每一天都睡九个小时。那之后我会以四个小时来去思维，让我的精神更好，那让我更敏锐更尖锐，于是我可以更好的骗别人。于是他说我睡不了九个小时，我只睡六个小时，所以我骗不了别人。哦，人民党的 BJP 是人民党，所以让自己很有精神很聪明之后，聪明本身没错是好的，但是如果变成了欺骗他人的工具的话就不好了。二十七、二十八，以正念的这个维护很重要。像是我在做梦的时候，我也想说我是比丘，所以即便在梦里面，也不应该违反比丘的行，比丘的这种罪行。所以这一种的意念的维护力，才会让自己避免罪行呢。三十句。再次说到了正知的顺缘，三十句，三十一句，三十二句，三三句，正知之所以能够产生，因为是有正念的坚定的基础，所以首先先以正念来去培养是正知。三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如果在观修什么他的时候呢，即便是一刹那的时间，也不应该心从原本的专注点而去移动到他处啊。
所以要非常的有精神的状态来去观察自心的动摇是否产生。42 43 44 45 4647 48 49 50 用过吞吐捏对方大声忍住对酒的对这些音乐家52 52妈妈对本身就能对你谢谢那碗茶53对心中对你这等让你超心心中的对这些音乐家54对面对面一大你得55抹杀谢堂集结的谢谢你天尊56你就行用蒙天华电脑机三天中这点档57达到四间黄切行最高行自他两者里面以他为主一体大多数二层58什么都都不知道不然都没有说我讲59再次说到了因为我们非常珍惜的对象是我们的身体嘛所以会缘取身体而产生许多的贪执所以再次说到了身体的过患59 60确等听你说说呢得回去了我的身和我好像是分开的感觉61出了点如果是如果能在夜间大部分大下去能在用户机会得一点大问题但是没有这样的费用64继续修饰品确实是你的送去去也让三人的差价送去没有65我们非常重视自己的身体的过患所以在此、做出了说明66我们依据了人生会有一个不共的、人脑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运用我们的人脑来去转为累积菩提心的质量累积空生线的质量才对67686970要不然今天先聊到这里好下面这一句也不错71句所以我们不应该受到烦恼的控制要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透过政治来去知道随着我们的生理的反应又产生贪嗔的时候刻意的去对治所以自主自己的身心自主己身心恒常漏笑言平息
怒闻眉，善成众生有。善成众生有的意思，无论遇到谁，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一样都是人，我们一样的都是想要离苦得乐。所以遇到任何的人，要成为他的亲友，要成为他的亲近的朋友，不应该觉得说哦你是很奇怪的人，说要跟你保持距离。72句，73句，74句，75句，76句，77句，无论做什么样的事情，都要让自心欢喜。自心的欢喜，我们不应该期待自心的欢喜来自其他的因缘，因为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的幸福交付到其他的外缘。77句，无论遇到任何人，爱他的心永远不要放弃。那这样的话，内心才会产生欢喜心。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我们直接或间接做什么，都是为了利益他人。这样的话，自己所做的一切就将变得非常有意义。所以今天在睡觉的时候，就觉得我的今天活得很有意义。我们在临终的时候，也会觉得我的这一世活得很有意义，都会内心产生欢喜。所以升起了慢心，再去毁谤他人的话，不止当下自己内心无法幸福，将来此事和将来来世都不会获得安乐。第79句，80句，即便用眼睛看众生的时候，因为你们会让我成佛，所以慈悲心去悯视众生，你有这种想法。81句，82句，念到82句，这一部《陆菩萨行论》，你们要好好的留着。啊，如果你内心郁闷的话，就要翻一翻了。不高兴或者愤怒的时候，你们应该去阅读下面的忍辱品还有净律品，会对你们很有帮助。就是写别叫我他们这我看了秋冬阿爸的大姐姐为什么上不去之前有黑色，哦，在这里。